师傅好。全球听赛之音，大家早安。早安。大家初五吉祥。吉祥。今天到了我们开工的日子哦，所以我们特别替大家选了一支很喜气的音乐，跟大家一起来共度这美好的早晨。那么今天一开始呢，我们先来分享心法哦。好。好。李凤山师父为我们今年虎年提的心法是虎道尊荣，诚意无欺。虎道尊荣，大吉大利。虎道尊荣，好事发生。哇，好棒哦！感谢师父的今年的虎道尊荣，处处尊，处处荣，无处。遍地开花，遍地开花，对，虎虎生风，正气凛然，频甩传爱，无处享受爱，处处到位。谢谢师父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哦，新年快乐。那么今天在这么喜庆的日子呢，到了开工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来收收心。好，待会呢，我们为知音们备了一个茶席。今天为知音们带来的好茶呢，是我们梅门的善化乌龙。好，善化乌龙呢，它的产地在台湾的六龟，是野乌龙哦。那么师父有为善化乌龙普心法哦，这个心法就是善备弥天时，止于至善。善备弥天时，止于至善。无处不散。贵人涌进来。对，其实贵人也是我们自己先要当别人的贵人，然后我们善的力量才能够凝聚，就是点线面体，处处在关照着人事地物。其实我们泡茶，这茶叶也是会关照着我们。人生不就是一直在面对学习？这学习也是，会让我们原来是这么的美丽。因为学了之后，你就会想说，我还可以改善什么？还可以更进步什么？还可以怎么到位？其实走在道上也是这么一回事哦。谢谢师姐。那么，刚刚我们是温壶，好，然后现在我们景师姐为我们沏上第一壶茶。很期待，因为不同的人泡它，这个甩茶呢会相互回应出不同的香气，对，屡试不爽。所以很期待待会我们会喝到的茶还是什么样的香气呢。哇，看这个出汤，其实就大家应该也都感觉，哇，可以很融入，对吧？对，很多胶质，对呀、然后金黄色的颜色，哇，好，来，好，谢谢子云师姐，我们敬师父以及全球的知音们，新年快乐，虎道尊荣，好，敬师父，敬知音们。新闻再品，很恭敬的心去面对我们的壶、我们茶叶还有水，我觉得会很舒服，因为我们用很恭敬的心来爱护他们，他们也是回礼给我们，就是以礼以礼去做人处事，其实它是顺遂，在不顺遂里面得到顺遂，
是很珍贵的，金钱买不到，但是可以体会得到。是，感恩，谢谢芷音。我们2月13号呢，在高雄会举办一场防疫茶会。那么防疫茶会，对，如何防疫呢？是透过我们的这个茶搭配我们的功法，增强我们自身免疫力哦。哦，对呀、啊，是功法，还有喝茶，对，还有心法，对，道法去结合。以茶入道吗？是，那到时候呢，芷音师姐和我自己本身呢，还有淑芬师姐，我们都会一起去参加哦。所以欢迎我们的芷音们可以跟我们报名。报名的话呢，可以透过 email 或者是从 at 平甩，从 line 跟我们留言，好，我们就会帮您先报上您的一个席次。因为席次有限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尽快的踊跃的啊。先告诉我们有几位，也欢迎你们带你们的亲朋好友一起来。2月13，2月13，对，礼拜天在高雄，我们的高雄道场。好，含情脉脉。哇，含情脉脉。嗯，我们如何含情脉脉？嗯，刚刚第一炮是含苞待放，嗯，现在含情脉脉，是为什么？是？它是不是茶叶慢慢的开展叫做默默？对哦，它开慢慢开展开来。好，嗯，茶几乎是我们生活中已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。像嘉玲个人为例的话，通常我是早上啊，就是先来泡茶。泡茶之后我们就来练功，因为那一个状态之后我们就开始一整天的行程。哇，对，那也欢迎我们芷音们可以像这样来品味看看。嗯，对，这个茶可以让我们进入一个比较静心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。对，其实我们今天的摆设呢，这个大壶和小壶，就是它大壶关着小壶，小壶呢护持的大壶，对，就是生生不息的感觉。那个所谓护持，就是人与人之间也是要互相的关怀，然后人生总是在生生不息里面去寻求这个答案。可能我们会觉得虚无缥缈，但是我们抓紧当下的感觉，就是未来。您说是不是呢？只要我们做好当下的事情，其实后面的事情就也是会顺，哇，也没有阻碍。太好了，接下来通通畅达哦。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练平甩10分钟，静静的调息，甩出活力，调匀我们的气息，一起来练习。双脚平行，与肩同宽，轻松站定，保持中正。每回甩到第五下往下蹲的时候，膝盖轻松地弹两下。平甩功预备，眼睛慢慢地张开，呼吸自然，两手平直前伸，双手平直前伸，与肩同高，像飞机场的跑道一样平哦。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。1、2、3、4、5。1、2，注意放松。4、5。1、2、3、4。对。1、2、3、4。对对，第五下的时候，轻轻的蹲弹两下。4、1、2、3、4。对对，就像弹簧一样，弹两下，膝盖微弯，不要用力。1、2，非常好，全身保持放松。
好开心的练习。一、二、三，放轻松，不要越甩越使力，面带微笑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。这脚的脚掌是满掌贴地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，自然养成规律，四，将有不可思议的效果。一、二，感觉轻松愉快，更感受到身心舒畅。沉到底，又回流。三
生生不息，二三上下一贯，五里外合一，二三四五，一二率出恭敬的心，五一率出感恩的心，四五一二三，心灵全然敞开，五一人生二充满智慧，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，大家天天平甩，三快乐精进，五共创全球健康，二世界和平，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，好，慢慢停下来，两手不用力，自然回到身体的两边，眼睛轻轻地闭上，放轻松，呼吸保持自然，享受身体的脉动，享受呼吸的稳定，享受在规律中自我控制的喜悦。一切流行，一切顺利。今天就练习到这边，好，一起来拱手作揖，姿势正道，拱手作揖，谢谢师父。无论是打坐、禅坐、静坐，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安坐，也就是安心的坐着。我们现在带着大家慢慢的进入状况，坐，静坐，静静的坐着，把身体调好了，让它感受到平衡，把呼吸调匀了，让它没有丝毫的急促，把心调稳了，让它没有丝毫的起伏，一切都调顺了，调稳了，调和，这个时候再来感受放松、放心、放下。这一切都是暂时的，所谓暂时的，也就是无论怎么放
能够提得起放得下，越能够放的人也就越能够提得起，越能够提得起也就越能够放得下，一切都能彻底，一切都能讲究，一切也都能追寻到究竟的境地。保持轻松，心平气和，为什么我们要练习静坐？我们没有冥想，没有幻想，完全在知止上下功夫，静静地坐着，也就是知止的功夫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身体保持坚强，呼吸保持顺畅，心情保持明亮，灵性保持清净。所有一切的行径、行为、行动都保持自然的流露，自然的运转。静静地坐着，重新再感受一下，放松，放心，放下。放松，放心，放下。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扇门，有的人只有一扇，有的人也许有很多扇。我们要练习把我们的心门打开，不断的打开。当我们有任何纳闷、任何疑惑、任何困扰，把我们的心门打开，打开再打开，只要还有那么一丝一毫的不自在，就把心门打开吧。慢慢的，各位就能够看到不同的世界，不同的社会，不同的写照，一切都从心开始。我们再度关照一下，我们的心门打开了吗？把它打开吧。一切都在那打开的一刹那，
完全的醒悟，完全的通透，以至于不再困扰，而达到究竟的高度信仰。好，把眼睛慢慢的张开，保持安定，保持稳定，保持泰定，保持如如不动。虽然眼睛看到了，但是没有思维，没有思考，没有思虑。静静地看着，保持清静无为。好，慢慢地摩擦各位的膝盖，而后慢慢地把腿伸直了，双腿伸直，双手开展，吸气吐气，向下勾脚，回，吸气，再一次吸气，好，向下勾脚，回，吸气，我们轻松坐定，以至于完成了美妙的打坐。各位有没有感觉到很好？有。有没有感受到刹那就是永恒啊？有。各位要注意，这个打坐跟所有的功法都一样的。你怎么开头，你怎么结束？把开头弄好了，把结束弄好了，中间的过程也就顺畅了，也就顺畅了，也就顺理成章了，不慌不忙。还是那句话，不停就是快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师父。谢谢师父，对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普道尊荣，普道尊荣，诚意无欺，对，让我们的心敞开，迎接虎年的到来，对对，很好，也祝精英们在这新的一年啊，回到自己的生活工作岗位，假期结束后回到平常日子，日日都是好日子，尤其是今日。哇，好哦，尤其是今日。对，好，好，那我们来一起跟师父顶礼。好，好，礼正敬礼，谢谢师父，谢谢知音，感谢知音们。好，那我们明天见喽。好，明天见，爱你哦，爱你哦，爱你哦，一切顺利，一切顺利。